为您插播9:48的猪猪广播，现在主持人就是我，而我有时间了，有时间打鼓。那你们要是听什么鼓呢？听星空。比赛歌是什么呢？我的对手他比赛歌是两只老虎。我的对手有几首呢？好，对手是答。两只老虎，幼稚园的歌。两只老虎，两只老虎，跑得快，跑得快，一只没有耳朵，一只没有尾巴，真奇怪，真奇怪，真的很奇怪呢。我爸说，没有耳朵就听不到鱼在哪里游啊，吃不到了就死。然后没有尾巴失去平衡感了，就怎么去倒啊？怪，一老虎。我打的星空，五月的星空。好了，我们对手竞争的歌就是两只老虎跟星空。不知道它是用传统鼓还是电子鼓，我认为电子鼓。接下来是不是传统鼓还是电子鼓的问题，就交给你们了。现在是9:51，欢迎收听9:51的猪猪广播，哎，猪猪音乐广播电台，我的乐音乐。下个节目就是9:55的五分钟画画时间，待会给您看的是猪猪，这位先生就是我画的毁灭金字塔之计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金字塔堵住了水。有钱人盖了一个金字塔，堵住了水，然后村民们很生气，就是使用了坦克、战机与飞机来攻打金字塔。商人很生气，所以就开战。商人没武器。国父被打死，所以我们赢，金字塔垮了，我们有了水，但之前是污水，还是也有水，但是我们要的是平静水呀，嘿嘿，我这个不怎么样。可是也蛮好念的吧，押韵就是蛮好念的。好了，到就是画画，我记得。